Hello，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线上通过人民日报微博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平台收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晚上好。流动的时光，行进的中国，欢迎大家来到由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和网易云音乐联合举办的2019时光博物馆特别策划年代音乐秀长沙站的直播现场。我是人民日报小编左潇，向各位问好。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站在70年的节点回望，我们希望用一种特别的温暖的方式，让大家一起回顾国的70年、家的70年，一起来重温记忆当中的闪光片段。于是也就有了我们身后的非常非常火爆的开到了长沙来的时光大篷车，也有了时光列车，以及前两天已经在重庆首航的时光游轮。在流动的时光里，我们以流动的时光博物馆为载体，以中国发展历程中个人与家庭的变迁。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我是秦浩，我是小浩，大家好。我不是来骗合影的，是我们开场前先跟大家，我们也打个招呼，跟大家长沙的网友们问个好，好不好？嗯，所有长沙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好妹妹，我是小浩，我是秦浩，大家晚上好。还有那个现场的朋友，你们也好，你们辛苦了，这么热的天儿跑过来，还有这个。确实很热哈，昨天我们的一个视频短视频里还选了一个网友的一句话，他说长沙实在太热了，出门5分钟妆就花了，可是我还是来了。补一补，下次化防水的妆好不好，精进一下化妆的技术。今晚的直播那个我们的正式环节马上开始。其实我今天先提前看了一下歌单啊，今天歌不仅多而且都很好听，很经典。对，因为这次我觉得流动的时光，行进的中国嘛，就是华语乐坛蓬勃发展了几十年，留下了太多很经典的，然后被我们一直传唱的很多歌曲，甚至有些歌在我们的青春记忆中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分量的，一些歌曲。所以我觉得，我跟秦浩我们讨论了一下，把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些歌，或者是让大家会比较产容易产生共鸣感的一些歌，今天决定在现场给大家来表演。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次的歌单稍微有点奇怪，就是不是奇怪，就有点特别，就是不是我们平时经常会唱的，也不是大家可能，就是可能是各个年龄段都听过的一些歌，所以今天可能照顾到了，哎，有年轻些的朋友，有哎路过的大叔大爷大妈都可以听到有熟悉的歌，哥哥姐姐们，对，还有前面的哥哥姐姐们，你们也有你们熟悉的歌，可以说老中青都能听到了，首首都是金曲。那么我们就话不多说吧，我们的时间留给正式环节，把舞台交给你们，有请。